我是吃货当中非常挑剔的类型，是有品的吃货。既然是吃货，怎么还会挑呢？对呀，吃货应该就像前锋这样啊，是吧？什么都不挑，都往肚子里塞。什么都不挑啊！刚才我的化妆间啊，怎么样？我那双拖鞋居然都不见了。哎呀，还有那么夸张？就前锋说，哎呀，好饿，我一低头鞋子没了。